嗨，你触摸过历史吗？或者说，你触摸过晋商的历史吗？这里，山西晋中，平遥古城，走在平整的青石板上，仿佛每一步都能听到历史的回响。抬头看天，市楼依旧在那，湛蓝的天空衬得这座古城充满生机。走上城墙，似能听见那哒哒的马蹄声。城墙之下，是晋商的繁华。平遥古城有三宝：牛肉、漆器、老陈醋。落日余晖，看一出又见平遥。为这次旅途拼上最后一块碎片。